来，第四关，第四关。那这游戏也是大家出很大的手游。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说，它可以四 它跟 Candy Crush 不一样，就是它可以四颗连在一起。哦，最大玩法就是它可以四颗连在一起。然后像这样，对吧？这样攻略，很好玩。这边可以领攻略宝箱，安装什么鬼的？我是希望它出繁中版啊，不过目前在英文版就已经很热门了，有点可以等到它的英文版。城堡的手游。